哎，嘘，你干嘛呢？我听说安长虽病了，他对我那么好，我得来看看他呀。这儿哪儿轮得着你啊？咱们将军心疼得紧呢，你就别进去添乱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哦，明白。哎，你明天是要去军事院了吧？是，赶紧回去收拾去。你过得好啊，你师父会更开心的。剧情不是这么发展的呀，你这个喷洒是，我又不是个盆景。